嗨，大家好，我是 Simon 啊，我现在在上海的淮海中路2017上海旅游节开幕的这个新友的现场。等一下呢，7:30的时候，这个花车游行就要开始了，耶！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作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和生态遗迹之旅，欢迎大家感受美好生活。好好好。
尊尊，他们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长寿村。村里的每一个居民，每次在小屋里自酿的酸奶。这一次的上海旅游节开幕式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保加利亚的代表团，为我们鼓掌。
台北大门南通的迷人风姿，江南第一山黄海，都是人们留恋这里的理由。Thank you.
其实我们的延安啊，一共有三骨：胸骨、腰骨和别骨。别骨并不是指身体部位。Thank you.
这个这个舞蹈的话，那其实他们的难度比其他的舞蹈的精彩程度都会让现场的朋友们的心全澎湃。你们都准备好了钱了吗？
所以想要把这数十行人踏上银海。